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43页，倒数第六行。敬畏行者，虽知修行妄求，寥寥摄之离体无求，仍不坏假名，是故备修万恨，故能感也。前面念老给我们说的，修行人在今天来讲呢，占大多数。几乎是90%以上。对于怎么个修行，修行所依据的理论，修行的心态，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效果，都含糊笼统，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这个原因，我相信有不少同学都能理解。原因是修行没有依靠啊，佛法广大没有边际，法门无量啊，经上常说84000法门，你是依哪一门？有人明了，不止依一门，他可以同时依
豪气门啊，天台贤首三论法相，乃至于禅密净土，中国大分十个宗门，每一个宗里面还有派啊，有派别，愈分愈细。即使是净土宗也不例外啊，中国的净土宗是一个宗派，传到日本去变成十几个宗派，他们告诉我这都是净土宗啊，每一个派别依据的经典、修学的方法都不完全相同啊，都有依据，甚至于还有一个派别执意无量寿经四十八愿第十八愿，叫本愿宗。都是从唐朝时候从中国传过去的，日本那个时候的留学生很多啊，那是中国佛教黄金时代，十个宗派都有高人啊，祖师大德，日本、韩国、越南这些留学生到中国他们很用功，学到真东西，回去之后啊，又建立许多宗派，这一千多年来有成就，不是没有成就啊，可是现在不行了，现在大多数有名无实啊，什么原因呢？只会读经，不求解义，烦恼习气，未能断了啊！啊，所以走偏了，走邪了。念佛的人有，往生的人稀有啊，真的像李老师所说的，一万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三五个，这个话六十年前说的，现在隔了半个世纪了，应该是一万个念佛人能往生的一两个而已，只怕
再过60年之后，10000个往生的念佛的人，可能一个都没有。啊，要20000、30000呢，才可能有1、2个。这个问题是大问题，不是小事啊。念佛真正能往生，这才叫究竟圆满啊！怎么样才能符合往生的条件？我们这个经里讲得很好，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就能往生。啊，本愿念佛，只注重一向转念，发菩提心，速活了。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什么是菩提心？观经上告诉我们，第一，至诚心，真诚到基础，换句话说，往生是大事，要用真心，不能用妄心。妄心跟他不相应，要用真心。啊，真心从三方面说，第一，从体上讲，就是真诚心；第二，从相上说，就是身心；第三，从作用上说，就是回向发愿心。起心论上跟我们讲的大悲心，换一句话是大慈大悲，救护一切苦难众生，这是菩提心的他受用，身心的是自受用。啊，身心是什么意思？身信心，对西方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身心不疑，没有丝毫怀疑，啊，这身心还要有身心求生净土的心，这个心要深啊，通通都是从真实心中做啊，不是用妄心。那么从这一句，这一句是概述，全说到了。我们真正要往生极乐世界，做阿弥陀佛的弟子，从现在起就要用真心，不能用妄心。菩提心是真心，真心就是菩提心。啊，中国儒家讲的，在大学上说的，
代表儒家的学书，就是四书。四书是四部合起来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啊，这四样东西。宋朝朱夫子把它合在一起称为四书，是儒家的概论，儒学概论。儒学的概要可以代表整个儒家学说。大学讲方法，中庸讲理论，依照这个方法理论去修行，行是行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叫行。修，修正，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错了，错在哪里？与自信相违背了。把它修正过来，让它回归自信，这就对了。啊，自信是什么？大学头一句所说的明德，儒家讲明德，明德失掉了，现在才把它找回来，所以上面再加个名字，明明德。啊，明德是个名词，上面那个明是动词。明德一切众生都有平等的，不单人有，有情的众生都有。什么叫有情？我们今天讲动物，有生命的统统有啊，无情的众生也有。什么叫无情？植物、矿物啊，矿物大山川，小尘沙，统统有啊。而且自信是一个，慧能大师开悟时说，何其自信，自信就是本性，就是明德，能生万法。万法是指全宇宙啊，整个宇宙的全体从哪来的？自信变现出来的。自信就是真心，自信就是明德，明德变现，真心变现。所以我们要用真心，不能用妄心，妄心是假的，妄心有生有灭，真心不生不灭。慧能大师用五句话描绘
真心啊，一切众生的本体，一切众生都是从这里生的啊。他说了五句，第一句本自清净，第二句不生不灭，第三句本自具足，第四句本无动摇，他没动过，自心本定，末后一句能生万法。十法界一真庄严是他生，是他变现。大乘佛法讲十法界是心生是变啊，又告诉我们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诸佛刹土，无量无边的啊，通通都是自性变现，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了，这是事实真相啊！啊，说明一桩什么事情呢？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无量无边的诸法，跟我什么关系？一体。道家说，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也是说这桩事情。一切法从自性生，一切法到最后还融归自性啊，完全回归到自性，成无上的佛果了，成佛了，成佛才究竟呢啊。菩萨是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还没达到啊。化身菩萨这达到了，还没有达到全体，不圆满啊，好像晚上月光，初三初四有月光了，不圆满，是真的，不是假的。一定到十五才圆满，圆满是佛，不圆满是化身菩萨。啊，没有见到真正月光，见到相似的，那叫全教菩萨。啊，晚上我们在池塘里面看到池塘里面的月光，那不是真月，那是假月。无论你看到是一半或是圆满，那都叫相似。啊，在佛家叫全教菩萨。至于声闻缘觉，刚刚接触到，
啊，刚才接触到，才碰到边缘，所以大乘教头一堂课就是教我们认识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啊，前面所说的知有知无，大乘教的这最重要了。啊，知有，有是假有，不是真有；无也不是真的无，有无都是我们自己迷失了自信，迷失了真心产生的一个幻觉。这个幻觉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你真正了解，为什么都不可以执着？执着就错了，不执着就没事，就对了。啊，所以现象不要执着它有，不现象不能执着它无。心要怎么样？心要清净。心本来是清净，清净是没有染污。啊，知道真心里面没有生灭的现象。啊，也就是没有前念灭后念生，这是阿赖耶的现象。妄心不是真心，不能执着，空有都不可以执着，所以万法是一体。啊，说佛，你执着有个佛，错了；说众生，你执着有个众生，也错了啊。啊，给你说一切法，都不能执着，你就会觉悟了，你会得三昧，你会开悟。啊，有分别，有执着，三昧跟开悟做不到啊！你没分呢，你永远是六道轮回里头一个众生，轮回。苦不堪言的，不要说六道了，说我们先前，我们今天的人生，六道的人道，我问你，你快乐吗？你幸福吗？你心安吗？你事实真相明白了吗？全都没有啊。啊，那是什么呢？苦难众生呢，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就两个字，
一个苦，一个难，这是真的。啊，你说幸福，你说美满，那是幻象、假象啊！今天这个世界，确确实实贵而不安，富而不乐，不安为业，有恐惧，不乐苦啊，这是现实的状况，是我们先前感受到的。佛教给我们呢，有是假有，不可得；空是真空，也不可得。真空变一切处，变一切时。它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起心动念，啊，佛告诉我们，目前只是两种状况，一种是觉了，一种是迷，啊，觉只有佛陀，跟觉很接近的法身菩萨，全教以下都不觉啊，不觉有浅深差别不同而已。啊，没有这些概念，这概念而且还有相当深度。为什么？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切处，一切时，未曾摄取觉照，才管用。念佛人也不例外。念佛人从早到晚，24小时，念念心中有阿弥陀佛，却阿弥陀佛忘掉了，就迷了，就失掉了。怎么办？赶快找回来。佛号继续不断。为什么会断？习气、烦恼。习气烦恼不是一生一世的，过去无始，未来无终，生生世世养成习惯。这个习惯就是杂念，胡思乱想。不该想的有，该想的也有。总而言之，不该想的占多数，该想的少分。啊，一天24个小时，如果能有1个小时想你该想的，你就会有大成就。啊，其他的23个小时是妄想，起起作用。啊，至于诸佛如来，完全是正觉，没有妄想，一个妄想都没有。啊，法身菩萨可能还有几个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啊，法身菩萨有42个等级，啊，41个等级，
这四十一个等级就是说，他烦恼习气轻重不一样，地位越高越轻，地位越下面的烦恼习气重。啊，但是他们除了习气之外，其他的真放下了。啊，所以他们住一真法界，他不住十法界，住一真法界。啊，在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华藏世界也是一真法界。密宗的密言净土也是发生菩萨所修行的处所，名称不一样，实际上没有两样。这些原理原则我们要知道，要有深深的认识，认识浅的不管用啊，有深深信就有深刻的认知啊。菩提心上讲的深信，前面是觉，觉要管用的时候要深信，深信心啊，要深觉，不是浅觉啊。再下面一个大慈大悲，那是度众生的心，帮助十法界里面诸佛刹土里头许许多多迷惑颠倒还没有觉悟的这一些六道众生、十法界众生，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离苦得乐，所有一切佛法就是为这个。无量无边的法门，起什么作用？都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迷破了，苦就离开了；觉悟了，乐就现前了。所以佛陀教育为的是什么？宗旨是什么？目标是什么？是离苦得乐。佛陀教育啊，儒家圣贤教育目的是什么？跟佛说的一样啊。论语上第一句就说明了，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乐是快乐啊，他得乐啊，离苦得乐，跟佛法讲的完全一样。啊，大悲心帮助众生离苦，慈心帮助众生得乐，大慈大悲，你看看，圣贤教育跟佛菩萨教育完全相同。这个教育我们要不要？啊，当你知道了，你真想要啊，你不知道，知道的不清楚，还有疑惑，这个身心生不下来。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身心生起来了啊。佛有方法，释迦牟尼佛的教学有层次不一样啊。
它分五个阶级等级啊，最初的阿含十二年小学扎根教育，啊，然后再提升八年讲方等，好比是中学啊，中学是前面所学的依照前面阿含的基础向上提升啊，上面呢跟大学相接，放的人是中学，般若是大学，般若二十二年呢，佛法是般若，般若翻成中国文字是智慧啊，佛法最高的是智慧，怎么会是迷信呢？那说迷信不就搞错了吗？啊，今天学术界认为佛法是迷信，所以许许多多人产生了误会，把这门东西疏忽了。我在年轻时候以后也如是啊，26岁都以为宗教都是迷信啊，还好没有把儒家列入宗教啊，所以儒还见书啊，还看了一点啊，其他宗教典籍从来没有看过，也没有听过，不想接触。那是方都梅先生救了我啊，这缘分成熟，我跟他学哲学啊，他把佛教介绍给我，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那我们学哲学都要跟哲学家接近，这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样入佛门来的啊，入佛门很难得接触到的老师是张家大师啊，老师教我你要学佛首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你要不认识他你会走很多弯路，也可能走上邪路啊，叫我读释迦谱释迦方志，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我们读了之后才知道释迦牟尼佛是个教育家一生修学，学什么？真的是学最高的哲学啊！现在说不但是最高的哲学，还是最高的科学。科学哲学达到登峰造极，就是佛学。妙极了啊，他的目标
是在见性，明心见性。他走这个路子，他不是知识，他是智慧。智慧是自信里的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外面来没有智慧。知识向外求，智慧向内求，不能向外求，向外求不到，一定向内求。啊，可是今天这一种言论，一般人不能理解，他不会赞成，他反对你。那找什么人？真正有缘人。我们佛法讲再来人，过去生中无量劫来累积修学的智慧功德，这一生又来人间，又遇到佛法，要找这样的人。为什么？这样的人他能信，他不怀疑，他真干，他真成就。啊，根性最厉害的无比的是相信净土宗，这是一个大智慧，许许多多大菩萨，这个三贤大菩萨都不如，他们还要搞无量劫，这个善根深厚的人一生圆满，一生就成佛了。几个人相信净土，我在这一生当中我所看到的不超过十个人，他真干呐！真的依教奉行，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真干啊！不是真实智慧，不是大智慧，做不到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为什么？他真有菩提心，他用真心生活，用真心工作，用真心待人接物，用真心。什么是真心？真诚心。什么是真诚心？大学上有一句话，皆是诚啊，诚什么意思？不自欺。回头想想我们自己常常骗自己，自己说了不算数，啊，自己说了我要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心里头有怀疑，不能完全相信啊，愿里面舍不得离开
娑婆世界。啊，还贪恋这个身体，或者是还希望学更学多一点法门，这都是欺骗自己，这不老实，不诚实。啊，海鲜老和尚就一句佛号，一生没有看过一本书。不认识字，没有读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次讲演。我们是上课，讲堂上课，一次没听过，就一句阿弥陀佛，老老实实念到底呀。工作也念佛，不碍事。啊，他的工作是种田。种地啊，这是用力气的，劳力的，不是劳心的，劳力的，所以不爱念佛。他是我们念佛人最好的榜样。啊，一句佛号念到功夫成品，念到事业心不乱，念到利益心不乱。利益心不乱就是法身菩萨。啊，所以他往生极乐世界，生十宝庄严土。他不再方便同居，啊，一生真的是大慈大悲，看到别人有苦难，听说了，主动就帮助。啊，他种地。所以粮食有多的啊，种的很多水果树蔬菜，大量的送给这些需要的人啊，在饥饿边缘的人他救他们呢。当地人称他为大善人，我们知道那菩萨行啊，六度里头的布施、忍辱、禅定、精进，啊，90多年的。耕种那是什么？那修禅定啊，他没有想到啊，自己另外找个比较轻松的事业来做啊，到老你看到临走啊，临走那一天白天还坐了一天，菜园里面整地、浇水、拔草，还干一天，干到天黑，晚上往生了。真正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啊！做这么好的榜样给我们看啊！临走这一天晚上。他念佛，在自己卧房里头念佛。第二天早晨，人家推门进来，走了。
啊，这是我们的好榜样。所以我们应当把菩提心落实在生活，就是用真心，不用妄心。那现在这个社会，人家都欺骗我们，对我们都是虚妄的，那我用真心岂不吃亏了吗？对不对啊？没错，眼前是吃亏，过些年就不吃亏了。为什么？再过些年呢，你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他们呢，他们又搞六道轮回去了。搞六道轮回肯定三恶道的机会多，三善道的机会少，你才晓得用真心的人便宜可占大了。你要不要？不能不搞清楚 啊！所以现前纵然是人家回报我、侮辱我、欺负我、陷害我，通通是好事。什么是好事？对自己来说，我没有把这些事放在心上，这就是没有受到环境干扰啊。这是什么？这是忍辱波罗蜜，成就你的忍辱波罗蜜。没有这些人来惹麻烦，怎么知道你能忍辱？你忍辱到底到什么阶段？在这里看到了啊，虚云老和尚100多岁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一般人打他了，打得很重啊，把他装在一个袋子里头，拳打脚踢，肋骨断了好几根呢。啊，要把他打死啊！啊，还好他没死，被人救活了。啊，到以后知道肋骨断了好几根，没有开刀，用中药恢复了。老和尚没有怨恨，忍辱波罗蜜。啊，对他自己是忍辱程度提升了，不是凡夫能忍，也不是天人能忍的，佛菩萨忍辱仙人所忍辱，跟忍辱仙人被割裂王割截身体没有两样啊。我们今天受一点苦难都受不了了，怨天尤人，这还行吗？这怎么能成就？啊，我们至少也要学虚云老和尚。啊，再向上提升一点，就是忍辱仙人。为什么的人知道那些的人来杀害的人是误会，不知道事实真相啊，是迷惑颠倒啊！啊，他要真正知道，
哎，老和尚是好人，不是坏人，他就不会了。啊，误会以为他是我人。啊，是地主，是恶霸。啊，拿着佛教来欺骗善良众生，他是这么想法的，所以要置他于死地。啊，其实不是的。啊，人家那些供养，点点滴滴，啊，那些供养，这是个真正有修行人、有德行的人，这是种福啊，叫种福田。啊，怎么能把种福田，真正种福田，说他做欺骗老百姓？啊，说他是迷信，说他是欺骗众生。啊，这是很大的误会，很严重的误会。啊，明白人，老和尚是明白人，所以心里面没有丝毫怨恨。你把他打死，他也不怨恨；他要怨恨你，他不能往生；他不怨恨你，他就往生极乐世界去了。啊，阿弥陀佛把他接走了，这是事实，这个道理。理跟事都要懂得，都要明了。那么如果有心去求，就是错的。我有心去求菩提，这个地方主要说这句话啊，求菩提之法，求菩提是果，这都是法执，妄想分别执着，你落在这里头去了，这是错的啊！所以底下这一段说：“今者虽知修行，妄求，要不要求佛法？要求啊！要亲近好的老师，真正善知识，要跟他求法。”啊，但是这一句重要了，寥寥寥寥是很明了，认识知道离体无求，自信本体上没有求，啊，它与本体不相应。啊，所以怎么样呢？任不坏假名，假名假相，知道它是假的，我还用这些假名假相来修大菩提心，这就对了。啊，所以悲修万恨，故能感应，感应道教啊！啊，诸佛菩萨现身，现身化身来帮助你。徐老和尚47岁的时候，朝五台山。把朝山的功德他三步一拜呀，从普陀拜到五台，3年走到当中，有2次生病，都在旷野，在深山里头，没有人家了，病倒了，赶得文殊菩萨化身
文殊菩萨变化一个乞丐，啊，乞丐是居无定所的，到处讨饭的，这样一个身份来救他。啊，两次都是这个乞丐把他救好。啊，乞丐到外面讨饭来喂他。啊，找一些草药，啊，煎一些草药来给他治病。到了五台山之后才知道，文殊菩萨化身，你有真心能感，佛菩萨就有应，感应道教，丝毫不爽啊！啊，这个事情不是骗人。我们有能感，菩萨就有能应。说是故，《大智度论》云：“若人见般若，是则为被缚缠缚住了。”一个人说他见般若了，这人见没见般若，没有现象，你怎么见到？它不是物质现象，眼见不到；它不是心理现象，第六意识想不到。所以，你被烦恼缠缚住了。般若是个假名，是个名词。你以为真有一个东西。啊，佛告诉我们，般若有没有真有？般若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智慧。智慧在哪里？在自信里面。慧能大师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就是般若。”啊，具足无量的德能，具足无量相好。那换一句话是，本自具足，圆满具足在哪里？就是极乐世界。你到极乐世界，你就见到本自具足，是自性般若里头变现出来的，不是外来的，外面没有法。啊，所以大乘教里常说，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法是心现，是心变的。啊，在极乐世界，你六根所接触的境界全是般若，无疑不是般若。啊，就是经常说无非般若，没有一样不是。啊，在诸佛刹土里头，你要说你见般若，人家听了笑笑，知道你谦虚，你还没入门呢。你还被缠缚，缠缚上烦恼，你被烦恼缠缚，你误会以为你见般若啊，读了几部般若的经典以为你见般若，这错了，是吧？说若不见般若呢，是也为被缚，你说没有见般若也是被烦恼缠缚住啊，若人见般若，
世则为亵渎。若不见般若，是亦为亵渎。那另外人，他不见般若，修般若而不见般若，见到体了。他说见，他说不见，都是真正般若波罗蜜现前。啊，怎么说都对。为什么？不着相嘛。啊，记住一个总原则。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得清楚，耳听得清楚，鼻闻得清楚，身接触得清楚，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般若，这叫真解脱，这叫真见般若。啊，如果有见般若这个念头，有解脱这个念头，都没有解，都不是真的。你还没入门，你还没见到，啊，见到的人说见说不见，都是一样的；没有见到的人说见说不见，真的没见到。啊，下面说龙树菩萨说，解释这个话是事中不离四句，这叫忏佛。离四句呢，叫解脱。啊，今祈其实祈求菩提，但能如是修行，即是。不行而行，不行而行，不为二谛，大道理也。啊，这下面有个解释，什么叫不行而行？无求而求，求而无求。啊，虽知离，离体无求，菩提无得，可是。依然备修万恨，以感菩提妙其中道，故能相感而相起。这把真实的事说出来了。那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只要问，我们念佛人想求生净土，是用有求的心去求，还是用无心的心去求呢？用有心的心去求着相了，用无心的心去求也着相了，你怎么办？这个地方要没搞清楚，虽念佛不能往生，损失可大了。我们用什么心？我们用有相的心。能不能往生？能往生。为什么？这个法门叫待业往生，我们可以带着我们这个虚妄有求的心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就转变，这个妄就变成真了。
啊，是在极乐世界转变的，不是在我们这个世界转变。所以这个法门叫一心道，就在此地。你用有相去修，修其他八万四千法门，进不去，有障碍。无相呢，执着无相也进不去，必须把执着放下。有相无相都不要紧，不要去理它，这就对了。啊，所以底下次者安乐集一净土论，安乐集是谭鸾法师的，净土论就是往生论，天清菩萨啊，指出凡于法心会无上菩提者，先须远离三种与善菩提门相违法。这一段好啊，按逻辑里说的啊，一致。依智慧门不求自乐，远离我心贪着自胜故。啊，我们把这一段念下，它解释在下面。二者呢，依慈悲门，把一切众生苦远离无碍众生心。三者一方便门，怜悯一切众生心，远离恭敬供养自身辛苦，是名远离三种菩提相违法。下面解释是云：三种相违之法，就是文中我心贪着自身，二者无碍众生心，三者恭敬供养自身心，此三者必须远离。这些段很重要，我们念佛的人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这是三大障碍。第一个，贪着自身，谁不贪？谁有这个愿心？我随时随刻可以舍这个身求生净土。我能不能做到？这一条很重要。第二，我能不能以善巧方便来安众生心？现在地球迫切需要。我们常常听说贵而不安，
富而不乐。这两句话连起来，现在这个世界大富大贵，他不安，他不乐。为什么不安不乐？根本原因就在贪着自身。他希望在这个世界多活几年，他的愿心呢？时间越长越好啊。那么对修行人来说，住在这个世界时间越长越辛苦啊。啊，如果是菩萨他无所谓。为什么？他心清净，他不染着。这个世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没有放在心上，他心上无私，清净了。啊，不受这个世界一切法的干扰。所以他的心是清凉自在。随时可以往生。啊，随时也可以住在自己。啊，有缘多住几年。没有缘他就走了。什么叫有缘？海贤老和尚是阿弥陀佛命令他的，叫他多住几年。啊，所以112岁不是他自本来的年龄。他本来的年龄，我认为应该跟他的母亲、师兄弟差不多。啊，七八十岁。啊，这是正常的。啊，那么后面延到112岁，这是阿弥陀佛给他的。啊，给他干什么？给他个任务，让他表法。表法就是做榜样，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给净宗弟子做个好榜样。他做到了。啊，这个任务完成，佛来接引。啊，什么时候完成？就是他看到这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死。看到这本书，他的任务就圆满了。啊，终于这本书在2013年。啊，2013年，有一个居士，也是老和尚的皈依弟子，啊，带着这本书上山，他看到了，啊，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怎么可能带书给他？这无法想象的。啊，他看到有人带一本书，就问他这是什么？这书叫什么名字？大家告诉他，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产生》。老和尚一听，欢喜无量，赶紧回到辽王。把他最心爱的
袈裟，啊，红的这个袈裟披在身上，要求有照相机的人给他照一张照片。这个举止，老和尚一生之前没有潜力，从来没有过。老和尚人家都照相是被动的，邀请他他不拒绝，主动要人照相没有过，这头一次。啊，没想到这张照片照了之后，三天他就走了。他来表这个法，啊，给我们总结佛法在世间。啊，第一个，释迦牟尼佛所传的法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与一切诸佛相同。没差别，啊，第二个为我们证明，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为什么？他亲眼见过，他见过阿弥陀佛，他见过极乐世界，而且不止一次。我估计至少十次以上，92年了。啊，我们净土宗初祖庐山圆公大师，他老人家那个时候在世间，一生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这4次。4次，啊，圆公走的是70岁。你看，他从20岁念佛，到112岁，92年了，至少见过10次以上，给我们证明，这不是假的。而且证明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念到功夫成片就能往生。他是提升的，啊，因为他有阿弥陀佛的嘱咐，要他表法，不带他往生。啊，那为什么？为什么说要这本书？这本书好书，为我们做证明，证明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无量寿经》这个汇集本，证明这是真经。这个经书里头字字句句都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没有改动一个字，做这个证明。啊，第二，证明下莲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这个集注是正知真见。不是邪思说法，正知真见。这里面采取了，他也是汇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不容易啊！啊，正知正见的。第三，为我们证明，我们这个20多年来。就以
回籍本，就依靠黄念老居士的注解来学习。啊，别人说我们错了，啊，不准我们修啊，这个老人给我们来作证，是正确的。我们依这个经，依这个注解来学习，啊，来修行求生净土，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给我们来做证传，我们放心，死心塌地，一生就是这一部经就够了。啊，如果要应付一些人来向你请教佛法是什么，你怎么答复他？前面我已经说了，佛法是离苦得乐。那孔老夫子是什么？是儒家的。孔老夫子也是一句话，跟佛差意思一样，不亦乐乎。啊，那个乐是喜悦了，快乐从内心里往外发，不是外面，从内心往外发。佛法也是的，从内心往外发。那个喜乐是自性的本具的性德，性德向外流露啊。啊，那具体的来跟你讲呢，我给你介绍一部书，黄念祖老居士最后留下来的一个著作，叫《进修皆要报恩谈》。啊，这是老人家一生学佛最后的心得报告。啊，这个报告里面不长，文字并不长，把整个佛教包括了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全部都在里头。你要把这个东西学会了，这叫佛学概论，或者佛学概要，啊，你都懂得了。而且呢，你对净土宗会死心塌地。为什么？这一句佛号，这一部《无量寿经》全部包括了。啊，他这个报恩谈呢，就是介绍回籍本。啊，真的介绍回籍本，让你对于回籍本产生坚固的信心。啊，你老老实实每天念这部经，念回籍本，念一遍无量寿经，念一万声佛号，没有一个不还生的。啊，一部经不难的，初学的人大概顶多两个小时，啊，就念完了，念一年就念得很熟了，你念了300多遍了，差不多会背了，就过速度快了。啊，念一年之后，念一遍一个小时。刚刚念的时候2个小时，一年之后一个小时，再念一年，2年之后半个小时。啊，刘素云居士给我们表法。啊，他一天念10个小时，
十个小时念多少遍呢？我估计是20遍。啊，他念一遍半个小时，其他的时间念佛号，专修净土，一句一部无量寿经，一句阿弥陀佛，20年没间断了。他有没有开悟？肯定有啊！古人讲啊，度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啊，没有大悟啊，也有小悟啊，小悟就很够用了，啊，应付所有人来提问题，你都能解答得了。小悟就有这个能力。啊，还有一位胡小林居士，最近他6年学《一部论》《大乘起信论》，念了3000多遍，告诉我，一遍、1000遍跟1000遍不一样。第一个1000遍有很多悟处，他都懂了；再念1000遍之后，悟得更深、更广。啊，3000遍以后几乎没有障碍。他现在讲大乘起信，我听过两次讲演，讲得好。那佛门当中找讲大乘起信论，能够到他这个程度不多了，我没听说过。啊，所以古老的方法无师自通，我们要记住，那就是我们要在这个时代要帮助众生。安乐啊，有外国人讲，我看的资料不多。英国汤恩比博士说，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社会是一片混乱。有一些国家领导人见面时候，他都问我，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这个话说得重啊。对于这个世界还能不能再有和平，信心失掉了。危机，这是危机的根本，不是从普通人问我的，国家领导人。啊，10年前，啊，我记得我当时回答，我说你能把4桩事情做好，世界就和平。他哪4桩？第一个，国家跟国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第二个，政党与政党；第三个，族群跟族群；第四个，宗教跟宗教。这四个都能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世界和平了。他听了说不出话来。我们沉默了7-8分钟，啊，我再告诉他，我说难，是难，非常棘手，但是
不是没办法。如果我们从宗教下手，啊，团结宗教，让宗教回归教育，让宗教互相学习，于是宗教会影响政治，会影响政党，会影响族群，世界和平可以做到。对方听到欢喜了，啊，我们才开始讨论这些问题，啊，才有话题可谈，啊，所以我们10年前98年99年我住在新加坡，把新加坡9个宗教团结起来，做得很成功。啊，当时的总统汪鼎昌夫妻两个，啊，对我们所做的非常欢喜，非常赞叹。啊，10年夫妻两个都不在了。啊，今天我们回到澳洲图文巴这个小城，啊，非常欢喜，非常难得。这一边一共17个宗教，大大小小17个，团结起来了。啊，确确实实，我们宗教与宗教之间互相尊重，互相赞叹，互相关怀，互助合作。啊，我这次回来，他们大家找我，啊，要我回来看看，我们已经团结起来了。我们有个共同的目标，是要把图文巴这个城市打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多元的族群、多元的宗教和谐示范城市。好啊！啊，最近3年，去年、前年、大前年3年，市长带着我们宗教团体在联合国做简报。啊，去年我参加了，啊，好像前年我也参加了，我参加过2次，难得了。啊，那么这个城市在扩张，土地面积很大，啊，从台湾来的同修，我告诉他，图文巴的土地面积差不多半个台湾大。啊，这个地方将来要发展，现在机场建好了，我听说今年下半年，啊，客运就可以通航。将来以后到澳洲来，不必到布里斯本，到图文巴，这个地方是澳洲的大门。啊，将来这个城市的居民，市长告诉我，他们规划标准是80万人，这样的一个大都市，将来就80万。现在所有道路地下的这个设施都是以80万人居住的这个标准来设施，啊，所以这个都市前途无量。啊，我在此地
给大家做这个报告。啊，欢迎大家移民到这来。这个地方讲的是乐园。啊，为什么？和谐真实，和谐示范真实。啊，我们希望在一生当中得到平安，得到快乐，得到幸福，大概这是带头，这个城市带头。啊，所以安众生心重要啊，常常放在，这是大慈大悲也。啊，那么第三个，这要远离的，恭敬供养自身心，这修身啊，大学里面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修身从哪里开始？要把供养自身心这个念头放下，这是很大的障碍。在佛法里头通常讲的五种见惑，头一个就是身见，把身当作自身，当作自己啊，这个人到世间上来干什么？追求身心的快乐，满足身心的欲望。这个概念现在是普世的概念啊，就是这个地球上的人都是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会毁灭自己，会毁灭你的文化，会毁灭地球啊，这不是自救救他，这是自毁毁他，非常可怕。希望我们同学在这个地方建立信心啊，这个是与菩提心相违背的啊，我们今天需要的就这三条，安乐经里头所说的以智慧不求自乐，求自乐的人没有智慧，他的真诚心被他的欲望盖覆住了，智慧不能现前，他能现前的全是烦恼，就是喜怒哀乐爱无欲，七情无欲，不生智慧。所以要生智慧就不求自乐啊，对于身心的快乐都要放下。我们求什么？我们求道啊，道跟圣人求，也就是我们要有足够的时间，完全的时间去听闻传统文化啊，儒释道三教的教诲，要跟佛菩萨学习，
聚集人数不会多，少数，少数当中少数，志同道合的在一起研究圣贤的典籍，提升自己的境界。啊，从君子开始，君子提升贤人，贤人提升圣人。啊，佛法的从小乘提升为全大乘，全大乘提升为实大乘，真实的大乘。啊，从十大乘里面提升，就化身菩萨，再上去成佛了。这个路啊，真路啊，这是不亦乐乎啊！所以帮助众生离苦的路是菩提心啊，遇到有这个机会一定要做啊，我们这么多年来也是晚年才遇到这个机会啊，这个机会是含蓄啊，真正有人懂得，我们在一起交流做报告，他们能接受，能相信，而且深信啊，主动愿意跟我们合作。我说他比我热心，我还没像他那么热心，被他逼着我不能不做，我要不做对不起他啊。这英国一位大学校长，我们要合作来办汉学院啊，培养什么？培养一批学生，这学生干什么？为古圣集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菩提心啊，我们要找这样志同道合，人数不会多啊，三个五个不少，一百两百也不算多啊，找一批人，这批人学汉字，学文言，课本我们采取群书之要，过学之要，这两部书是四库的精华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用它做课本啊，深入这个经论，然后对四库就有能力阅读，有能力讲解，有能力把它翻成现代白话文，从现代白话文翻成全世界每个国家的文字，让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能够读到中国古圣先贤先贤的智慧。啊，他们怎样经营一生幸福美满，家庭快乐，事业顺利，社会安定啊，国家富强，世界安定和谐，永远不会有战争。我们遇到这个缘，那不能不干了。啊，安众生心，把供养自心自身心完全放下。啊，不要去计较这个，
就会快乐无比，啊，像颜回一样。但是飘逸，别人认为很苦，他快乐无比。夫子赞叹他，啊，那都是真正发菩提心的人，才有这样的受用。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